这个万古瀑布本来就是小小的，号称最有古风的，就是原始状态。那个这个是大岩壁。就说这90度啊，你转起来。不是，这个那是大岩壁，不在这里。大岩壁不在这里。就菱角车站啦，啊，菱角车站再下去才是菱角瀑布。对对对对。啊，然后看看那时候在菱角车站的时候看一下车班，啊，目标看几分的车子回那个回十分，对，然后再去十分瀑布。
他当也想不起我有点不想当游戏不知道谁飞机不然什么时候去说吧他那个回去哈哈哈哈他没办法领导同学没办法学弟没办法领导那个学生哇好吃哦你好吃哦好吃哦这挺大的尤其暑假是去大阪环球影城那个体力很好嘞这跑的你说因为他那个票买好了嘛、嗯、他们通常去那边的年轻人都想说出门之前都已经排好了今天要玩哪些景点明天要玩哪些景点所以一定要到所以每一个都是用跑的Thank you.
前还以为只有上面那边而已呢，后来更没什么啊，哎呀，真的从上面看见，现在看的话真的漂亮。拜拜家，拜拜家，我都买房子了，我已经买房子了。哎，因为来黄水来给我喝黄水了。对，下一个都给点水都给我。